信任、尊重、支持。在我們第二次作出改善的時候，有部分的措施是直接涉及中央的，因為這條條例其實是講緊其他所有的司法管轄區，不過就是拎走了個地理限制，讓內地、台灣、澳門都好像其他百幾個司法管轄區可以做個案的移交。所以本來你可以話我不用問中央部委的，都即大家都是這樣做。但是因為在討論過程大家聚焦，我可以理解的，大家聚焦都是在內地。咁所以去到第二次嘅加強嘅版啦，嘅修訂咧，起碼有兩個係好直接中央嘅。第一咧就話香港特區政府只會處理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嘅移交申請。咁我唔能夠憑空講啊嘛，我講你都唔會信啦，你一定會跟住問喂中央有冇同意你咁樣講嘢噶嚇。咁呢個係問過中央，中央亦都係支持。第二個嘅加強嘅措施咧，就話當移交咗嘅逃犯喺內地被判刑啦，今日我哋同內地係冇即係判咗刑在囚嘅人士可以翻嚟香港坐監呢個安排嘅。咁為咗保障、加強保障呢啲香港人喺移交之後嗰個嘅福利啦，咁我哋亦都聽到意見話，喂，你不如即係同中央講，可唔可以香港人如果係因為移交逃犯判咗刑？可以回來香港服刑，亦都是要中央同意。所以起碼這兩個很特定的涉及中央內地制度的個請求呢，是具體地得到中央的同意。再次提醒大家，希望大家問問題的時候盡量簡短一些，還有最多最多問兩條。 The gentleman over there, yes, BBC? Please.Use the mic, please. Use the mic, please. Can you use the microphone? I can't hear. Wait your turn, please, Matt. Sorry. I see. Is that gentleman? Yes. You want to sit down? Okay. Yes. I'll stay seated. It's the BBC. Mrs. Lam, I'm from the BBC. Is this really, as you suggest, about a misunderstanding? Are so many Hong Kong citizens?